小熊，谁呀？我。哎，我给你带吃的了。嗯，带了桂花糕、玫瑰饼、盘塔，还有梨汁，你不要吃一点。别叫我小熊，我们没有那么亲密。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呀？我姓姜。姜，就，哎，那我就叫你姜小修了啊。挺好听的。哎，我发现你们女孩子晚上真的都不爱吃饭。其实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胖。我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是真的又高又瘦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点吧，吃点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问题。主要你今天都没怎么吃饭，所以我才带了这么多东西来看你的。那要不，我先替你尝一个，我替你尝一个桂花糕。嗯，你好吃，你要不要尝一个？真的，我全吃完了。怎么了？今晚好像没任务吧？我有。主食给飞雪的，是任务。不带上吗？帮你。袖子上好像有血迹。哦，这，那不是血迹，可能是刚刚过来哪蹭的吧。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李娜。嗯。晚安。啊，主持对飞雪说的，也是任务。晚安，什么事？还好定了闹钟，差点忘了。